多年好友，两人也经常一起出游，版面上都会看到不少彼此的合照。两人竟然拍了一组唯美写真，穿上白色礼服合影。三十日露露也特别分享合照，并发文写下自己的心情。她坦诚有时候都会想，老的时候跟几个好姐妹一起住会很棒，因为朋友之间没有包袱和承诺，只有陪伴，可以一起胡闹大笑，看过彼此最丑最丢脸的样子，明白那些有苦难言的瞬间，真心为彼此的每一个荣耀时刻鼓掌。露露认为一生中一定会遇到好朋友、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但唯一不能替代的就是老朋友了。也笑说，如果爱情都有终点，那就把友情无限延续。而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大赞两人的好友谊，觉得一路走来能互相扶持和支持，那是一件很棒的事啊。